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帥啊！多謝多謝，好開心見你。其實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嚟過呢個地方演唱，不過真係隔得太耐，所以我都唔係好記得。但係我今日下晝喺呢度彩排時候，諗下，咦，我好似嚟過嘅喎，係咪啊？你都記得，你係咪上一次都有捧我場啊？哇，好幾年嘅之前嘅事啦。同一首歌嗰陣。我頭先為大家唱呢首歌咧，叫做《自由女神》。咁點解我又要揀呢首歌呢？其實呢首歌咧喺香港都幾流行嘅，係我同陳慧琳嘅一首歌。咁點解叫做《自由女神》咧？就係話其實一個女人單身係唔錯嘅。點知陳慧琳已經結咗婚生咗仔啦。係啦，我都係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亦都要嚟同大家解釋一下，單身係好。但是一對一雙是更好。我所以很希望所有的拍緊拖又好，終歸呢是無論到幾多年都是有一個拍檔，有一個伴呢是比較好的，回到家裡可以相相量量，互相支持，互相體諒，互相嗌下交，這都是一種樂趣的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都能夠家庭幸福，身體健康。你哋唔介意我唱呢首《自由女神》係嘛？因為我記得我結婚嗰陣時咧，有好多啲影迷咧，好衝動啊！佢話你呃我嘅，你話成日單身，點解而家要結婚？我唔係嘅，我單身嘅時候真係我好 enjoy 單身噶嘛，係咪？咁拍咗20年拖，咁唔結婚亦都唔係咁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都係選擇咗。好，咁啊一路同大家傾偈，一路繼續唱歌，唔該幫幫我。我想除咗件褸，得噶啦，音樂啦。在浪漫中清风。